We can choose to stay in our bubble of comfort or go anywhere right now without a plan, without worries and fears,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s. Just you and your Jeep. You are going to los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but you will see the best places, people, and see how little you really need to be happy. Eat, sleep, Jeep, repeat. To all Jeep lovers, this is You Can Be 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Yeah.天，手受伤越来越严重了。哈，那天救人的伤，然后来到这边很干，一直拿东西戴手套，这个地方就特别难受，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汤汤说用创可贴两个地方贴一贴，但是在外面要节省资源，所以汤汤说准备，一个创可贴变两个了。啊，用我的正好名片夹。看成功了没有，在外面你就会节约啊，什么都是很自然的，你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每一个杯子啊，每一个创可贴啊，每一滴水啊，每一个垃圾袋啊，都不会乱来的。我觉得蛮好的，现在出来以后最大的体验就是什么东西坏了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去修它，出现什么状况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去解决，怎么想办法，而不是以前就有什么事情抱怨先，对吧？要不然什么东西坏了就是哎买新的买得起，这就是两回事。唐老师说过了，哎，成功。这里应该是最标志性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地方可要大家小心点啊，要真的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哇，作为一个摄影师，对吧？哦， Oh my God， 漂亮。
大家看一下，这是后来采购进来的，是一个军用放子弹。重点呢，我一直出来忘了带一个这个东西，这个锹，哈哈，军用的锹。哎呀，不好意思啊，很晃啊，你看多小，弄起来，然后转紧就可以了。那我用这个铲点雪放在炭上面，炭呢回头下一家人来了还可以继续用。这倒挺方便的，夏天就麻烦了，还得用水，浪费水，铲点雪在上面就可以。其实不弄也不会有怎么样，对吧？但是这不是重点，应该没问题。明天我再把锡纸捡出来，走之前把它扔掉。啊，可以吧？这个，一会儿再进去尝尝番薯就睡觉了。现在马上就7:30了啊，室外温度-4°，那还有一咪咪呢，可能天亮，还有更好的位置可能，但唐大叔不贪心了。昨天晚上就读了点东西嘛，对吧？给的资料里面，然后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手就觉得很干。我一开始以为是赶路啊，比较兴奋呢、啊，人就是火气大嘛什么的。后来我就看他讲，就是 hiking 嘛，爬山有几个危险之一就是海拔的问题。海拔越高的话，身体的水分供应的只有70%嘛，所以你身体也会干的。我就觉得一直渴，一直那个。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啊！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下面留言。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支持一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好吧好吧，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